哇，都有神秘嘉宾从里面蹦出来，好特别哦，佳姐，这不是整人节目吧？哎，哇，还有沙发哇，哇，里面还不错，这是修哥的房间，哇，请进，一脱鞋就露馅，哇，它的那个地板还是木板呢。 有真高，真豪华，真房间，哇，好舒适哦！哇，蛮浪漫的，哎呦，可以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因为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姐姐已经杀到我们帐篷外了，姐姐很高吧？不会，哇，姐姐已经完成，将军，她刚刚在跳高，从姐姐其实来到营地的第一刻，我就觉得哎。 姐姐好像一个小孩子，然后第一次郊游的感觉。她看到海，她停不下来，好像这辈子没看过海一样，拍个没完哎。然后还在那边给我拍一些就是国中生的那种，就是这样子的照片。我想说，怎么样？喜欢？哎，你有露营过吗？我觉得好兴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露营过，然后你们好像都在睡觉，因为我常常露营。对。 我都呈现一个比那四位都还嗨的状态哦，原来就是因为姐姐真的太久没出门，好像那种从山里面这样放出城市的小孩一样，所以我是很嗨的。可以下班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家用卡芬草本疗愈我自己。艾草当刃法跟控油芍药舒缓头皮去屑龙胆草保湿修护。看完影片记得让卡芬帮你的头发做 SPA。 我要赶快回家洗头了，拜拜。耶！露营车到了，露营车，啊，好可爱哦，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哇，超可爱，跟我一样可爱耶。我就把话聊死了呢，怎么都掉下来了，没有人接耶？怎么大家都好没有礼貌？哦，这边，这台吗？大力。 我们的二号车，二号营业中，二，哇，这边可以吃早餐哦，很棒，好嗨哦，咦，要先敲门，好可爱哦，是吗？这一台吗？姐连这你都可以兴奋呢，我觉得很兴奋，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？来来来，两圈，哎，我们都冷冷的看着他。 你们好怪，你们想睡觉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出来玩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出来了。哦，专不出来。哦，为您介绍2023最新的露营车，还有厨房，上下铺哎，哇，哎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下铺，这是我们的天堂对不对？是我们的吗？哎，那边也有床，三张床哎，哇，哎，有三，我们可以睡一起啊，这么多。 大家睡起来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桌子，厕所，很棒，我后悔了。我又看到他，好可爱呀！这是什么？哇，欢迎光临！哇，还冰箱哦。哎呦喂，这里是洗澡也在这里。对啊，洗澡也在这里。哎，宝贝，天堂太嗨了。手牵着手，快点。在干嘛？ 那我们到下一个景点。什么？想知道我们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